虎刚搬来我们村开服装店的，你们把玩具分他一些，和他一起玩吧。你们好呀。你好呀。胖虎是吧？要成为我的朋友，必须会一个特异功能，那就是吐舌头急促的呼吸。蘑菇头，你别耍人家。你快去洗衣服跟地，别动啊，先生。嗯，你敢耍我？胖虎，我刚刚开玩笑的。胖虎那么壮，拿来对付大鸭刚刚好。其实这都是大鸭教我的，你别看他个子小，还一肚子坏水。胖虎哥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。原来是他干的，可是我不打女生啊。不用打。Later。 蘑菇头你好坏啊，我都想揍你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秋美爷是胖虎干的，他说他早就看大鸭不爽了。什么？蘑菇头，你居然胡说八道！胖虎，大鸭的脸都这样了，这件事我会告诉你爸妈的。秋美姨不要啊！蠢货，你就。大爷，你一天到晚的拿个杯子在那喝什么呢？喝水呀。冬梅姨说多喝水可以帮助身体排毒，还能美容养颜呢。美容养颜，那我也要喝。正好奶奶昨天去集市买了个玻璃杯，大孙子你看看喜不喜欢。哇，这可比大爷的纸杯子漂亮多了呀。大爷是埋汰人，只能用埋汰的杯子，咱们是体面人，当然要用好的了。有纸杯子喝水我就很满足了。大爷你就嫉妒吧。就是有些人啊，想要还没有呢。切！那是蘑菇头，给我看一下你的水杯。切！还说你不嫉妒，虚伪。蘑菇头，你还是装冷水吧，这可能不能装开水。装冷水热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滚吧！奶奶奶奶，杯子沾了我一身，我好痛啊！孙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大爷嫉妒我有新杯子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什么？是奶奶花3块钱巨资买的，一会儿咱们让大家赔1000块。王奶奶，我都听到了，你们太过分了。听到又怎样？你赶紧打电话给你爸妈，让他们赔钱，不然就让你滚出小卖部。这根本就不是我干的。大爷，不用怕，我刚刚都听到了。妈，这事儿怪不了大爷。首先，你在集市买的这种便宜水杯，它根本不能倒热水，一倒热水就爆炸，而且这热水也不是大爷倒的。大爷刚刚一直在外面帮我洗菜呢。你们俩会欺负我的痛苦伶仃的老太婆了，还有我这弱小可怜的大孙子，我们太可怜了。你们赶快赔我们钱，不然我们就不起来。啊，这。大爷，你说我到底要不要把钱给王奶奶呢？这是王奶奶给我买的，没见过吧？我听说过，这叫木琴。蘑菇头，你会玩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音乐大师，不像你，没有一点音乐天赋。那你弹给我听听吧。我弹的这么好听，才不给你听了。那你能不能借我玩一下？大爷，你在做什么梦呢？这是我的，才不给你。奶奶奶奶，又想抢我的琴玩。大爷，你真是没爹妈教，你怎么能随便抢我大孙子的东西啊？我没想，我只是开狡辩。妈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这木琴不是大爷的妈妈从国外寄给他的吗？小美，你别胡说，这是我从外面买给蘑菇头的。是吗？但是你卡里的退休金最近可一分也没少啊。就算是大爷的，但是我音乐天分高，我才应该玩这个。大爷什么也不会，他只能去田里干活。蘑菇头，我试都没试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？就是你俩用这木琴比一场，不就知道谁更适合他了？比就比。这是爸妈寄给我的礼物，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被蘑菇头抢去。
妈，你也太偏心了。不如我们让村民一起来听一听，到底是谁更胜一筹。这蛋糕卷真是太好吃了，松软的蛋糕配上甜美的奶油，真是美味啊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蘑菇头，我也想。你想屁吃，上次我跳舞跳得这么辛苦，你就给了我两块麦乐鸡，真是越想越气，你离我远一点。蘑菇头，你又欺负大鸭。秋梅爷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我刚刚在门外都听到了，不就一块蛋糕卷吗？我马上给大鸭做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毛巾蛋糕卷。我当是啥呢，不就一块破毛巾嘛，跟我那个擦脚布也没啥区别呀。你个土包子懂什么，大鸭你快切开看看。哇，真的是毛巾蛋糕哎，颜值好高啊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快尝尝，这些呀全是你的。啊，奶奶，我不要吃这个蛋糕卷呢，我要吃那个毛巾蛋糕。好，不就几个毛巾蛋糕嘛。你看我手里这块毛巾像不像毛巾蛋糕呀，快拿去吃。奶奶，哎呀，我把这个标签王者的游戏给你玩一分钟，你把这个毛巾蛋糕全给我吃吧。哇，这个游戏好好玩，快跟我一起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吧。点击左下角开始游戏。这游戏这么好玩，那我就给你吃一口吧。啊，就一口啊。奶呀，这毛巾蛋糕看起来太脏了，吃多了肯定拉肚子，去医院打针又得花好多钱，我看你还是把这个给奶奶吃吧。啊，我最怕进医院了。秋梅姨，我要不还是把这个给奶奶吧。哎呀，好好的蛋糕怎么坏了呢？蘑菇头，我知道怎么修，这皮筋没坏，只需要找张皮给它换掉就好了。好啊好啊，我知道哪里有皮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完再陪你玩。我真是个大聪明，奶奶这双皮鞋几百年都不穿了，刚好来给我修弹弓。哇，蘑菇头你好聪明啊，真的修好了耶。那是当然的，我的智商在我们小卖部那可是数一数二呢。真的吗？我好崇拜你哦。以后啊就跟我混了，你这么会说话，这双破鞋给你了，拿去换糖吧。谢谢你蒙头，你真好。哎，超普，你这个棒棒糖好大。哎，大鸭，这是我用破烂换来的，又大又好吃。超普，我把这个标签王者的游戏给你玩，你给我吃一点吧。好呀好呀，哇，这个游戏好好玩啊，我也要练习百发百中的枪法。点击左下角开始游戏。对了，胖虎，你用什么换的棒棒糖啊？哦，就一双破皮鞋，那个老板好像个傻子，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棒棒糖。破皮鞋？难道你们说的是啊，老王头送我的全球限量版鳄鱼皮鞋去哪儿了？王奶奶，我看到好像是蘑菇头拿了，他好像还剪破了呢。哦，王奶奶，你说的是那双鞋啊？已经让我当破烂换成糖了。什么？那么好的一双鞋，你就换了这么一个破糖？我一定要告诉你爸妈，让他们给我赔。王奶奶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蘑菇头的。还有你，肯定是你出的主意，棒棒糖你都吃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。妈，你快住手。秋梅，你可不能再护着他了，这次他可是团伙作案。什么呀妈，你自己看，是蘑菇头捡了你的皮鞋做的蛋糕，胖虎卖破烂也是蘑菇头教的。什么？原来是你小子，你还我的皮鞋。哎，奶奶我错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我把那双破皮鞋卖便宜了，你们才吵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啊。